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都像掏撸了，放这么多，真够狠的。看我等下怎么收拾你。赶紧给他也来点。这哪钱呢？不值吗？哎呀，老板，我洋话看错了。什么眼神啊？老板，这玉米羹可真好喝。嗯，好喝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山药葛根玉米羹，它的配料里面只有玉米粉、山药葛根和红枣粉，低脂零糖零添加，开水冲泡非常的方便，可以当个早餐晚餐，甜食切的用来做代餐。浓浓的玉米的糯香，淡淡的红枣的清甜，营养丰富，满满的膳食纤维。玉米羹来活动了，现在下单49.9米拍一发四，收到货呢有两个罐装，每罐呢是620克，再送两个袋装，每袋是500克，再送一套杯勺，真的是太划算了，链接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有喜欢喝的姐妹们搂一单尝一尝吧。接着分着不吃呢，赶紧吃，一会儿凉了。哦，吃。哎呦我的妈。搁这个地啊、不行，看老婆的架势是要偷吃，我得藏起来。这家伙藏的还挺严实，就像万无一失了。你这个糟老头，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了吗？让你看看我的厉害。真香啊。再给你回复原样，太完美了。检查一下，包装没问题，我就放心了。
他老婆吃猕猴桃吃的可真香。瞅没瞅，各吃各的。真的好吃的呀，过几会儿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进门了。喂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小超了，来了。哎呀，肉夹馍、酸辣粉、都是我爱吃的。啊，都让他吃，赶紧吃吧啊！真香啊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咱们今天生活过，今天的飞牛呢，一人一盘，谁也别跟谁抢啊！再给你。等会儿。嗯。眼瞅你那个比我那个多，咱俩换。真当我眼神不好使吗？这么大一盘肥牛，我等你吃完了我再吃。我先涮点鱼丸和蛋饺。啊，真香啊。
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肥牛片啊，是天海长家的肥牛片。他们家的肥牛片呢，选用的都是肥瘦相间、排孙骨式喂养的肥牛，99.8到手10袋。咱们是官方旗舰店发货，过年了用它来涮锅火锅，吃起来真的是太香了。链接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赶紧去搂一单吧。老公，我吃饱了，然后你吃完了之后把桌子收拾了啊！可算整了，就剩我自己了。哎，累大了。嗯？这啥？这馒头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又要上他当。